小伙伴们大家好啊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外面是谁呀、啊？过来做啥呢？哇擦，奴婢你这个家伙做什么呢？直接拿转头把我的房子玻璃都给砸掉了，真是可恶啊！有本事别跑啊！没想到奴婢跑得这么快，一下子差点不见人影了，就是在这边里面直接跳下去了，真是够勇敢的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管他了，这边还有超多好好看的房子，每一个小房子的颜色都不一样，看这感觉也太好看了，真是不错啊。我现在赶过去看看吧，不过这些房子好像都有售价的，原来是这个村民的房子啊，不需要那么多的金币，但是我也是一个小富豪啦，带上我的钱袋子去找村民吧。看着这些房子都挺独特的，村民我来了，你是要收费的对吧？我这两袋子的金币买下你所有的房子没有问题吧？看把你高兴的什么样子，现在这边也就只要我一个人了，一个一个的满满探索吧。第一间房子，这边的是 TNT 呀、啊，超多的 TNT， 还有打火石。糟糕，这个被坑了呀！第二间房子呢？诱惑，看着还不错啊，熔岩宝剑还有岩浆装备。右边的箱子也是，直接熔岩全部套装了，防御可高了，真是给力。接下来是黄色的，哇塞，进来就是黄金手枪。箱子里的黄金可真是非常多啊，看来这次赚到了超多好吗？等下再来呢。绿色的房间里面，哇塞，绿色的果然是绿宝石，真是给力呀、啊！接下来是蓝色的，这个居然是空空的，真是有点坑呀。不过接下来的两个房间，诱惑、水、TNT， 看着感觉也还不错，到时候再用。最后一个紫色的房子，哇塞，炫彩套装，看来赚大了呀！还有超多的炫彩宝。哈哈哈，现在他肯定不知道我在上，准备好设置我的陷阱，只要等他出来的时候，直接开始放。什么情况啊？我的头被砸瘪了，可恶啊，真是过分。小伙伴们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先走来到了村庄里面，可以用铁块弄上一个斧头。这个绿色的家伙做啥去呢？哟，我跑得倒是挺快的，这是去做啥呢？箱子，还给我这么多末影球，看着还不错啊，难道说他在暗示我进入这个箱子世界？还真的可以进去哎，我勒个去，什么情况啊？掉到了岩浆之上，这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哦，这好像回不去了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现在来这边玩会儿。远处看着有个好大的箱子啊，这么大的箱子里肯定有很好的东西吧，现在就滑翔过去瞧瞧。这些守卫还真奇怪，我勒个去，怎么这么快就打人呢？还是寸步不离那个大箱子，有点难以对付了，我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行。哎，这是掉到了什么地方？还有一个箱子人给我这么好的装备，那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呀，准备好再次战斗了呀。去箱子怪根本没压力，大箱子里有啥呀？哇靠，全是甜甜，我又上当了呀。